太老了，我不喜欢。
肉馅放了很多。跟肉那个汤差不多。这一家，我是看到点评上说是泰州最好喝的奶茶，乔德一茶。菜单，这是我们下单，小伙伴说喝一下芝芝美美，看跟喜茶相差大不大。我点了一杯，绝对喝下去可以当晚饭了。尝一下这个芝芝梅梅，哎，我觉得跟喜茶一个味道。哎，对性价比高，比喜茶比你吃胖了零点，一点不一样，喜茶是虽然应该的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蟹粉的量还是很足的，我觉得这个肉也很鲜，我觉得他们家肉包应该也是好吃的，五到不至于。